停住！阁楼，阁楼，怎么样？中毒了！怎么办呢？阁楼，回卧龙寺吧，云光法师一定有办法。不会，你就忍心看他死吗？阁楼啊，阁楼，难道连你也要舍我而去吗？照顾好他。陈轩姑娘，阁鲁的伤怎么样了？多谢姑娘挂怀。那你呢？我没有受伤啊。身上的伤好治，心里的伤难医。庙里的生活很清苦吧？砍柴、挑水、扫地、读书，我想我伯父是在历练我。你平静下来了。你们汉人有句话叫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还有一句话叫做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。你不恨他了？谁爬起来？我上，上。你把他放了，我跟你们去见哥哥。不行，你会死的。你救过我一次，这次该我救你了。走了没有？真香、啊！哎，跑了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继续玩玩吧，放开我！来，走开！走走！要干什么？吴良，臭小子！哎，别打！让你扫兴！哎，打死！别打了！你，吴良，你！吴良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快让我看看。
走。来，振轩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都别给我乱动。里面吴亮，他们也是你大越国的子民，放过他们吧。他们对你无礼，理当该杀。王子饶命，饶命王子。回去告诉哥哥，迟早有一天我会回去找他的。滚！让我看看你的手。没事。振轩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快走。这样不算什么。为了你，我宁愿去死。